开始报数。1、2、3。啊！加字游戏开始，爸爸。叫爸爸，叫我爸爸。你叫我爸爸。叫我爸爸。见不到孩子。加字游戏第二轮，爱。爱你。我爱你。我爱你吗？我爱你吗？啊！我好想逃，却逃不掉。开始报道，好，开始测体温。报告，36.5，体温正常。下一个。报告，36.8，体温正常。报告，37.1，体温正常。让我把礼物包装成大夏意想不到的样子。这是什么？圣诞节快到了嘛，给你们买了礼物，还喜欢什么自己随便挑。我配跟他在一起，配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我的天哪，你看他！哇，今天他找我出来帮他追男生，你这才怎么回事啊？今年生日，家里人送我生日礼物，就这条件，居然还有他拿不下的男人，跟你们现在什么关系？就是那样，暧昧。我今天就要假扮灿灿的男朋友去刺激他的学长，帮他们捅破这层纸。哎，学长，这里。还好烂同分，门口有消息。小伙子兼职玩起这小电驴就来了，真没想到我们的千金大小姐居然会喜欢这个同学长。哦，我还叫我男朋友来。你有男朋友了？对呀。嘿嘿，难受了吧？哎，宝贝，这里。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，宝贝。哦，我学长。我先浅浅刺激他一下。
挺帅嘛，学长。哎，你这么帅，你们不会背着我有一腿吧？别乱说。开个玩笑嘛。这就不爽了，接下来我看你怎么办。对了，这是我亲手做的饼干，快尝一下。嗯，好难吃啊。这样别做了，学那么久都学不好。啊，可是这是我很用心做的。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，像我本来万物都生长。哦，对了，宝贝，圣诞节不是快到了吗？这个是我挑了很久的。谢谢宝贝，我很喜欢。我去下洗手间。继续加吗？挑衅他。我给不准，唱。宝贝，我今天有点事啊，我晚点来陪你。嗯。你这是在干嘛？兄弟，你们报警很正常啊。他心甘情愿为我花钱，你接触他不是为了他给你花钱？从不花女人钱。哎，兄弟别装啊！来，我给你露手。Later。又回来了。哎，珊珊，你太松了哎。我的游戏。哎。啊？你这这么吵，兄弟。哎，你手是不是断了？怎么拿到问题啊？不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吗？你提一次啊！你怎么这么对他？男是不是个男人？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啊？他自己心甘情愿的，你不配跟他在一起。配不配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你喜欢他？对啊，我喜欢他。对啊，我喜欢他。你笑我？你笑我？不是，他不是我男朋友。不是真的。这个其实是我给你准备的圣诞礼物，所以他爱我这么久了。上班马上9点了。妹妹平时很爱趴在桌上玩手机，今天让好兄弟偷偷藏进手里，在她看球的时候给她最大惊喜。快播了，快播了，佳怡，快点！你也看球啊？这当然了，舞台还有7号、8、7的10号、1、2、19号，还有28号，都还没睡。阿弥陀佛，别善内障过。我点的就这么快就到了，我去拿。我跟你。相同的这个战术，对，都对。常规什么得分呢？干嘛？看他的这个位置弱点，攻上去稍微差一点，进攻呢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快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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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动了？熊怎么可能动啊？你看，最后一场，安排在了右边，今天还是换来上班马上九点，还是在你对面。哎，这其实对孙兴来讲太容易了，因为你躺。而且我觉得在这个。约美女朋友去按摩，然后偷偷操控美女店员和其他顾客，给朋友一个特别的按摩体验。好，你是大文哥的朋友吗？哦，对，是他介绍我们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了。嗯，与女生遇到合适吗？可以的。你的脚跟我男朋友的好像。你的脚跟我男朋友的像。我的脚有那么大吗？他前两天刚洗。他前几天刚刚吃的。突然大哭。你摸住他的脚，跟他的脚十指相扣。
那天道歉，还放了一首歌，说很适合我。惩罚鬼爷爷，惩罚鬼爷爷，千万别把爱当真，不要在夜里。用他的假当麦克风。惩罚鬼爷爷，不要把爱当真。光头出镜场，光头出镜场。客人想做什么套餐？哪样子？好的，没问题。走！喂！这是我们的生化疗程。No, need of the end. No, je ne regrette rien. 哇，头发要出来！哇，头发要长出来了！关灯，关灯！三二一，开灯，走！